我们今天终于吃到了丰州市场的其中一间，这间店叫什么名字啊？大和寿司。大和寿司，然后呢，排队排了45分排的，现在几点几分进来？他排了半小时多吧，拿到62号，9:45拿到62号。那他进来的话呢，就是直接问我们，就是他有既定的套餐 set， 然后现在已经上了2个，还有汤、黑寿司炉，再加上师傅现做的，空间不大。每个盘子上面都会先放过他们葱，他们的葱看起来就应该是姜看起来应该就是非常好吃，甜甜的，对，有点姜的新香味，但是不很姜，很嫩的姜。然后刚刚第一个就是应该是尾鱼，他已经弄好了寿司了，你说有点梅子的味道，梅子的香气，他的那个涂酱就有香气。那我的已经上了3罐了，这个是怡咖，非常的黏腻滑口，非常的就是黏腻，就是黏滑。那你喜欢什么的？因为新鲜，因为新鲜的关系，因为它比较还在，很软，就是新鲜的这种，不是那种硬硬的死那个死弹死的，而且它都会讲产地。可以说，哎，这个是从哪里来的？北海道来的，或者是有哪里来的鱼产？在上菜前，他都会先说。这里就是北海道。这个是他跟我说的哪里？吃的太开心都忘了。虽然都是大虾，可是它的那个口感好厚实哦，跟我们吃的大虾有一点点不一样。可是差别就在身上一点点，吃得出来差别，那就是不同的地方。哎，台湾的啦，给吗？台湾。喂，台湾阿鲁。哎。おにぎり。9。这糯米おにぎり。对啊，可能要赶快吃。对，因为它会融化。没染过色的海胆，听说是北海道的，也是蛮漂亮的。要赶快吃哦，觉得如何？どうですか？化掉了。这是新鲜的，这东西它有一点点的奶香味。师傅会说一点中文，他跟我们说这是鲑鱼软，是火腿卷，是什么卷寿司是鲑鱼软，然后这个是烘鱼，好像比较少吃到烘鱼，其实也不知道什么，一直会以为像这一种的就是小朋友里面的小黄瓜啦、肉松啦、巴拉巴拉之类的，基本上在日本，居然就是会放鱼跟鲑鱼软，觉得还蛮不错的，好吃。就是会带那个海苔的味道，蛮鲜香的。搭配鲑鱼软的这个，应该算是卷寿司吧。它的鱼肉非常的 Q 弹有力，然后鲑鱼软咸咸的，对，咸咸而不腥，也没有过多的腌制。真的很重的，就是鲑鱼软。它里面都包好那个料，那个瓦萨米，他们可以帮配好，你也不用沾酱，就直接吃就好。他也没有准备任何的酱料。哦，对啊，他就是不让你，就是照着他的吃，他的 set。哦，海麦。不是河鳗，是海鳗。
海鳗。嗯，海的鳗鱼不是河鳗。鳗鱼融化，你有在？对不对？有啊，秋鱼系。那鱼肉整个就铺平在我的舌头上面，就这样融化。它是海鳗，不是河鳗。它讲鳗鱼的时候，我还吓一跳。但是这是海鳗。嗯，肉质很细致。对啊，那不同的鱼肉不同的演绎方式，而这里鲜甜，可是鳗鱼的肉是很入口即化。刚刚师傅跟旁边的日本的大哥们都还跟我们聊天。对，虽然我们只学了一个月的日文，但是还是聊得起来的。它的食材都好新鲜又干净的呈现在柜台比的灯的柜上。这个味噌汁是那个蛤蟆味噌汁。嗨。狗追狗追，没有吃到寿司大，但是吃到大和寿司，大和寿司容易排队多了，请大家亲切。对，丰州市场有三间的，比较有名。那我觉得就是来吃吃看就好。我还蛮喜欢大和的，因为它不花式。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花式创意寿司。这一间众家是跟寿司大在同一层楼的，然后现在接近中午的时间，大家也都在排队，所以我就来跟着排队了。不知道大家不知道广少有没有要吃？我看一下他的是主打是海鲜丼饭，然后有便宜的1500的刺身定食跟950、850的都有，那还有800跟700的。所以感觉还蛮丰富的。这间店专门给市场相关人士使用的，所以就是一般游客不能进来吃。这间大江户也还蛮有名的，然后还有一个是鸡寿司。排队的人气名，在寿司大后面那一栋还有一个市场批发中心，就是蔬果市场跟鱼市场批发中心，还有见雪批发鱼货叫卖的见雪。那因为我们是中午来的，其实这边的店家已经收的差不多了。可以看到柿子还有零钩一个280円，好像还不错。一七口850。对啊，你要吃一个吗？我有带水果刀什么的，都有带。这边可能就是早上的市集，因为都已经关了，就是早上的市场。哦，所以五点来排寿司大，你就可以来逛这里，你懂吗？不然5点排寿司大，你八九点才能吃到，这3小时你要干嘛？就是来逛这个市场。不只是有一些腌菜跟酱料，还有一些就是有关于船用的商品，然后还有一些料理用品，都在这边都有。其实就跟竹地的场外市场也是差不多的意思，他们被搬进来室内而已。是，然后蛮干净，其实蛮好逛的。但你必须按早来逛，像现在都已经没有了。你看它这个梅子一个要300円呢，这梅子好很厉害。干贝，备注。还有这是鱼尾巴吗？藕片跟鱼鳍。是北海道吗？对，必买哎，700円。买个鲑鱼的好了，鲑鱼跟松茸。
金木雕，还有那个，哇，我会蛮多的，还有一个是什么？海胆，就是瓦萨比的乌梅 ，AV， 鲜鱼的应该也挺不错的。明太狗，明太狗应该只有我会吃吧，所以我想应该就买这些。好，我要去接。这一间呢是海苔专卖店，然后创业在安政元年，它有非常多的德江海苔，就是一小包的德江海苔可能就要1700多日元，然后它也有很多的茶商品，就是煎茶啦，今天的后起甲，这就是得奖的海苔。后起甲，是这一包，就是对，因为我想买这一包，看起来非常好喝的样子。And if you make this tea, very high temperature. High temperature and just 30 seconds. 3分くらい？ 30秒。30秒？哦、oh, yes, 30秒。Yes. 只要泡30秒就可以喝了。好香哦。Yes. Be careful, very hot.Okay, thank you. Very hot. Okay. Very light, but smooth. Yes. 很香很香。背还有陶器店，然后跟一些器皿店，陶器式器皿店。可以看到，其实我们中午来的时候都卖的差不多了，所以刚刚总算很着急，因为我还在慢慢买东西。这间是。味噌专卖店，有各式各样的味噌。小阿姨来的时候一定很喜欢。哇，你看，各种粗细的、颜色不同的红味噌跟白味噌都有。下次想要买味噌可以来这里买哦。这边有卖，就是干货、海鲜干货，然后还有磨一些面粉，可以看到。就是。你想要做卷饼的话呢，自己做卷饼的话来这边买，都有粉，可以看到，就是瓦拉比玛吉的粉，然后还有你想要做葛饼的话，这边也有葛粉，就是各种的一些日本传统甜点的粉，在这里都可以买到，我觉得很特别，下次有机会一定要早点来逛。这真的是一个早上的市集，所以就是必须要很早来。刚那间海苔店，它除了卖海苔，还卖各种茶。然后呢，它当场泡了那个后起甲给我喝，而且是我拿的比较高级的那一包。对，他就泡给我喝。大包。